干嘛？我是来告别的。告别？我会舞，却一直瞒着世子。是我行事鬼祟，从今往后不敢再留在世子身边了。徐骁让你保护我。青鸟欺瞒世子，罪不容恕。他在我身边到底藏了多少人？留了四名死士，甲乙丙丁，我是丙。其余三人是谁？我们各自独立行事，不知其余三人是谁。这是要我慢慢猜喽？不过王爷说过，乙和丁已经为世子战死了。已经死了两个，可我连他们的名字都不知道。还有一个甲，难道是红薯？我不知道。我今天心情不好，这就算惩罚了。院里那么多事儿，别老想着跑，进屋干活。等等，你记住，从现在起，你的身份就不再是死士，只是丫鬟，明白了吗？世子对你不错嘛，我还以为你铁定被赶走了呢。从今以后，我不是死士了，我是世子院里的丫鬟青鸟。那么你呢？你为什么会出现在世子身边？你真正的身份到底是什么？你猜呀。就是闲来无事，想找个人说说话。哦，青鸟这个丫头，其实是我爹安排在我身边的死士。他跟我说，我身边一共有四个死士，已经死了两个，还剩最后一个藏在我身边。哦，你会不会武功？会吧。那你就是藏在我身边的最后一个死士。我不是。哇，加加加，我确实不行。你
会武功？会点。那你武功有多高？差不多这么高。那你每次马尾追我，你跑得比我还快。我武功这么高，我不能轻易出手，那是很容易出人命的。吹吧你就。我就不应该猜你是死士，哪家高手像你这种风范呢？偷一只鸡，惹得半村人出来追你。哎呀，老黄啊，徐骁让我做个选择，要么杀了宁峨眉，要么把黄蛮儿送出北凉。少爷，军中有人支持黄蛮儿接掌北凉。事情大概就是这样，连我都想不到徐骁要把黄蛮儿送到哪儿去。我大概能够猜到要把小王爷送到哪儿去。你知道？送到哪儿去不重要，重要的是少爷您是不是不愿意小王爷离开。我当然不愿意了。可是我不愿意有什么用呢？大姐二姐走的时候我也不愿意，最后还不是都走了。我就是个名不副实的世子。少爷，我这几天啊一直在想我们这游历三年经过的事情。老黄是没用，但是也想能够帮到少爷。有这心就够了。少爷知道胡地老魁吧？我当然知道。前一阵子林探花死杀，我求他出手来着。那少爷有没有想过把老魁给放出来呀？小时候就试过了，他那链子斩不断。那少爷您这是缺一把好刀啊。有事儿，魏爷爷呢？啊，睡着了，睡着了。好，其实我找你，你上次说你有一把刀特别锋利，好像就是这把，是叫春雷对吧？有话直接说。你能不能借我用用？就一会儿。马上还你。借刀做什么？外边那湖底下锁着一个不知道多少年月的老魁，我想借你的刀把他给放。为什么要把他放出来？我救了他，没准他能帮我。谁说的？老黄啊。
湖底老魁的事儿，你跟他说说。哦，这湖底人被四条陨心铁锁缠住，倘若有谁能够亲手砍断铁锁助他离开，便能收服这个湖底人。这你也信？试试嘛。你身边人还不够多吗？有些事儿，北梁王府的人未必帮我。你怎么能跟不会武的人这么扔刀呢？万一我无后了怎么办？无量的是木刀，要不你还我？啊，行行行，我下去了。我放出来不会出事吧？少爷放心，老黄在。又断了。爸，我刀呢？湖底老魁拿着呢，我看他的意思，他想自己砍开。
还活着吗？在水里待那么多年，还能说话？别动手！滚开！家伙，别找死！师叔，我救的你啊，所以现在你还活着。我，这就是你说的收服啊？最后再问你一次，李一山在哪？你活着就好，不然我这仇都不知道找谁报了。李义山，当年的无双国师，他不是已经死了吗？他是你师父。
的馊主意，你不说把他放出来就能收服了吗？打到收服就好了。收。原来你也还在。嗯，好，爷爷我就破取九剑，报当年战败之仇。剑一，龙蛇。剑二，并蒂莲。把你打落湖底的，今日结局还是一样。剑三，三金。没吃饱，不打了。老黄，你，少爷，收服了。老黄，你武功这么高。少爷，我之前不是跟您说过吗？我武功大概有这么高。人家邓太阿手里就一只桃花，这剑九皇的剑匣子里可全是名剑。换身衣服，老子要吃肉。你是剑九皇，你知道他？近五十年用剑高手，除剑神李淳罡之外，只有两个。一个是桃花之心剑神邓太阿，再一个就是他了。拿走，这十几年的呀。
不打了。哦，那我就先去睡了。要不你过来吃点？我看书去。哦。师傅，干嘛放我出来？少爷救了你，是不是该报恩啊？放屁！这小子放了我，最多我发发善心不杀他，报个什么恩？不报恩，再把你打回虎地。不着急，慢慢来，吃完了告诉我。少爷，你肉你得趁热吃，凉了就不好吃了。来、哦，想好了没？怎么个报恩法？留在府里保护少爷。有你在，要我做什么？我很快就走，在我回来之前替我守住少爷。你要走？回头细说。好。行不行？你多久回来？最多两个月。好，两个月之后你不回来，老子要走人。行。红薯替世子把鞋脱了，自己的院里怎么舒服怎么来。我自个儿能脱。那要我们有什么用啊？青娘，有了老黄和胡迪老魁，你就更不用做死事了。以后给我安安心心的做个丫鬟。世子对青娘可真好。你也一样。遇到危险给我躲得远远的。我院里的一个也不许死在我前头。闹什么？老黄，老黄，酒。黄大侠，给大侠上酒。哎，老黄，你下午说的那个少爷。咱们那次吃鸡是顺了两只蛋还是三只蛋来着？三只。就说是三只。哎，老黄，你今天下午说你要走，去哪儿？我得去一趟龙虎山。黎阳王朝第一大教派，你去那儿干什么？有些个故人要去会友。会完了，我得去一趟武帝城。东海武帝城？你去那儿又是做什么？有一场架打了一半，我得去打完了。自打我记事你就在府里，你这架什么时候打的？快30年喽。那会儿还没我呢。少爷想不想听一下老黄的故事？你说，其实也挺简单的。我最早是个铸剑的，铸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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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的，突然有一天悟了剑道，
成为了一名剑客。这也能行？运气好啊。你接着说。然后就游历江湖，收集天下名剑入我剑下。就说剑侠的全是名剑。天下十大名剑里面原先有六把。原先我去东海武帝城挑战王仙芝，留了一把黄炉在城墙上。长胜不输的，打到一半我就知道自己输了，我当时特别害怕，怕死，怕败。后来我就逃了，离开武帝城之后好几年了，我天天做噩梦，梦见我被王仙芝打败了，丢了性命。少爷，您知道我为什么来北凉吗？北凉离东海很远的。我就像老鼠一样一直躲，不敢去面对武帝城，不敢去面对王仙芝。本来以为这辈子就这样了，直到跟少爷游历了这三年，我才过了这一关。跟这三年有什么关系？少爷，您不会武功，这三年你没躲过，没退过，没怕过。怎么说呢，我突然觉得我什么都不怕，失败死也就那么回事儿，我终于可以面对那个在我胸口压了三十年的武帝城，我终于可以去面对心底的王仙芝。这场架我不会拦着你，但是打完你就给我回来，其他人烤地瓜没你烤的好吃。我答应少爷，打完了马上回来。第一件事儿就给少爷烤地瓜。哎，那你不是要去武帝城吗？之前还去龙虎山干什么？做买卖。跟龙虎山的人做买卖，龙虎山里边有老家伙，一直想试探一下王仙芝的底细，但是他根本不敢出手。那知道我要去迎战，欢天喜地的要在旁边观战，这不就是买卖吗？说什么呢？反正这场架也要打，不如顺便跟龙虎山要点东西。那当然了，雁过必须拔毛啊！你要什么东西？保密，少爷以后会知道。什么时候走啊？明天一早。这么急？哎呀，这欠了三十年的架，早点打完，早点了了心事。老黄。嗯，你那首歌怎么唱的来着？老狗老狗，天下没有
土里埋骨，田里辛苦，老狗老狗。这首歌原来唱的是你自己的，可不是吗？我呀号称剑九皇，其实第九剑根本就没弄出来，直到跟少爷游历这三年，把三年的点点滴滴融在里边，这才有了剑九。那不是挺好？少爷，这剑九的名字您给起一个呗。咱们这三年能走了多少路？来来回回的怕是有六千里。那就叫六千里，不喜欢咱俩再换。就这个名字，剑九六千里。少爷，玄武不吃亏，玄武不上当。说了多少次了，不学就是不学。嗯，真不学，回头遇到什么难事儿，我这有四个字还是挺管用的啊。这个我也知道，风景扯乎。我送你一个东少爷说的，你说。他说：“少爷，留步吧。”走吧，我送您出城。少爷，留步。Thank you.
天下第二。那第一谁啊？他自称第二，天下也就没个第一。哇，那你能赢吗？管他的，这输也好，赢也罢，你欠了30年的架，你总得打完。打完你就赶紧滚回来。少爷，等我回来，带着东海的酒，咱俩一块儿喝。行。开吧，我在跟黎明作赌，赌你一定会回答，原谅这悲剧收场，感动遇见的刹那，即使雷鸣在闪烁，即使我这样滑落，我会在你离别时倒下，让记忆停格升华，当岁月过尽千帆浮华，谁会再去打开它，至此今生就这样已足够，倾尽所有的感伤只为看透，我会再与你一生的情话，了解人间的牵挂，至此今生一生一人相守，良辰美景过后你是苦衷，当遗憾中有重来的办法，你还会记得我吗？